些上课，并且那个是用 seminar 的方法。我以前在东海没有上过 seminar， 因为东海以前没有研究所，只有大学。他可以用 seminar 的方法，使我们感触良多，就是战战兢兢要报道。那么时间过得很快，等到我离开学校，曾经有一个机会，吴校长要授予 Hamilton 他的，就是他要。新加坡政府也好，他同样不为所动，将他的理想讲出来。有的时候，说实话不容易。我有的时候一直在想，他站在那里当代理校长、研究院院长，讲那些话，会不会遭遇到不测？啊，我不晓得。但是你晓得，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能够指出来。所以我们再看吴校长在新加坡代理，所以他对重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。还有一种，我最近前年写的那论文。